耶稣是这个黄振中哈，黄振中他们两位是上头，当黄振中是指挥的哈，当主持人的哈，非常喜欢歌曲哈。好，那这位是我大师兄哈，他是做这个伴舞的，伴舞的里面。好，这位是我们的一样歌手哈，这个是我们55年的书法老师。这位是我们洪一峰老师的学生哈，他是现在你所有的捷运站，只要看到摆摊子卖的那些美丽的饰品，都是他工厂批发出去的哈。我当时电话朱丹玲副代表哈，徐医师哈，那徐医师是我叫什么？他是龙禅寺。果禅法师介绍来给我认识的，他说你的耳朵哈、有问题要发音，不然他、发音了下一天怎么发音？要找小丹老师发音这样子哈，这两位也是，这个是大副总在这个电子里面管1800人的，在那个是东莞哈、那我叫他说你回来好了啦，回来陪老婆比较好。真的很棒，有机会去参观哈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林董哈，林董哈。没有家人，再来37年前，我开幕的第二年，阮算讲伊叫我阿叔就对啦，阮爸爸的兄弟啊，算伊叫阿叔，伊都靠建造，靠着无靠着，结果是靠着，伊来甲我催做的就靠落地，伊讲我靠着无坏，我要对你好伊啦，伫外口学两年，我讲你坐阿只，一工会8点钟，减1点钟都袂使，安尼我就出发他，逐工安尼。真是两年就退休啊！伊就去东方国酒家，啊，搁倒来，搁投资人也是，即摆年代叫我做小姐妹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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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。啊，有个张国仁呐，吼，张国仁吼，安尼嘛，那去先回去关注球，啊，咱慢慢来啉酒吼，安尼吼。